说粉丝成群的胡夏从没谈过恋爱，你一定不相信，但这却是铁一般的事实。虽然生活中缺乏爱情的滋润，但在最近 MV《爱情离我一公尺》中，他就与鬼鬼享受了不少恋爱中的小甜蜜。只是这段脚对脚的戏份却着实让两人都大呼受不了。太害羞了吧，太害羞了。这是今天唯一的爱情，没有时间，我不管了，快点。好痒啊，不要上来，不行，没有时间了，好痒啊。二十七岁可以了，没事，我换这个。不行，我的脚不好，别人的脚。快，好痒啊，怎么办？等一下亲嘴戏怎么办？亲嘴戏我 OK。在戏中的浪漫也并未延续到戏外，休息时胡夏与鬼鬼就立刻变成欢喜冤家，逗得现场一片笑声。吴胜山，你今天跟鬼鬼拍 MV 有什么感觉呢？蛮有趣的，然后其实我觉得他很好玩，然后就傻傻的，但是很好玩，比较可爱。被胡夏摆了一道，鬼鬼当然不肯罢休，立刻用 MV 剧情设下陷阱，让胡夏一脸无奈。讲的是我喜欢鬼鬼，然后鬼鬼不喜欢我。不是吧？是因为他有男朋友，在 MV 里面他有男朋友。对对对对对啊。但是所以你是小三切。看来两人还真是合作得相当愉快，只是不知能否如 MV 中也擦出爱的火花呢。